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今天已经来到了礼拜五。好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今天看起来呢，好像睡得很饱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我老公这两天非常的忙，应该说他这一阵子其实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忙，然后呢，就必须要由我来送我儿子上课。如果是我送我儿子上课，我就必须得要清醒才行。好，我刚刚去买了早餐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超白痴，因为我刚刚想说，网友一直跟我说关东桥的那个小笼汤包很好吃，哎，小笼包很好吃。然后我老公有买过给我，后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去找找看好了。我就骑车骑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呢，绕了两圈，我找不到，然后我又骑回我家附近的那个豆浆油条店买了小笼包，超白痴的，我在外面骑了半个小时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然后今天的空气又不好，然后今天天气又微凉，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穿这个短袖，然后加一个外套，因为我忘了穿厚一点，我想说应该不会太冷吧，结果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有行程，是不会改的行程，是真的认真的行程。就是呢，我等一下呢要上台北，因为我今天中午呢有跟朋友约吃饭，吃中饭在板桥，然后吃完了以后呢，晚上要去 Severe 直播。我本来想说，哦，还可以去中山区逛一逛，结果我突然忘了，不是在 Severe 的门市直播，他们要到他们新办公室，他们的新办公室在非常远的地方，是的，在新庄。好，反正就这样子，我们就先吃早餐啊。我昨天半夜有上影片啊，算了，你们看到这支影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反正呢，就是你知道半夜上片嘛，所以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看一看，说，哎，希凯有没有更新影片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在这边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很脆的支持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那我要顺便边开直播边吃早餐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很久没有开直播了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等一下见，拜拜。没错，很早。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早上吃什么呢？我今天早上吃小牛包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就是我这几天就很沉溺在玩游戏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反正那天我就玩一个游戏。然后反正就是狼人杀，大家就是要讲话嘛。然后呢，就有我不知道那场局里面就有两三个小孩子，就是他们都不好好讲话，哎，他们讲话就是都是黏在一起，然后都会说，就是都会说，我想找小喵喵，然后就去那个地方，然后什么啊这样，他就这样讲话，哎，就真的都是这样讲话哦，然后就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然后结果，然后那一场游戏里面呢。那场游戏里面呢，就是那个就有一个，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男子，他就有点生气，他就说，为什么你们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们好好说话很难吗？你们是不会说话了吗？我就觉得超好笑。然后结果呢，下一轮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所有人的发言，大家都那样那样。真的超好笑的，紫色格纹衬衫还是蓝色？我想想哦，如果你皮肤白穿紫色，如果你皮肤比较健康颜色的话穿蓝色。哎，我后来我跟你讲，要学他们黏着讲话很难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哎，超难的，就可能比如说这个西卡帮我决定，觉得要紫色格纹衬衫还是蓝色，他们讲起来就会变成。像我觉得紫色衬衫还是蓝色，这超难的。哦，不会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在讲，那天在讲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笑到爆，真的笑爆了。好，我要来吃小牛包。啊，我只买一盒，我怕我吃不饱。小笼包，给镜头看一下，小笼包。我要给我的相机也看一下。我拿了两个酱，一个是韭菜的辣椒。酱油，一个是蒜蓉、辣椒、油膏。好，吃饭，小笼包包，小笼包包，我用叠字，
天哪，我的妈呀，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你没有觉得我今天早上很亢奋吗？我也觉得我今天早上很亢奋。我觉得是我昨天太累了，要沾很多的酱。嗯，好辣哦！哦，第二颗，好吃哦。随便一家永和豆浆，他们没有特别好吃，但是就是我想吃小笼包。好，那我就从十号直接开到最后好了。我是不是从十号就没有开过？九，好像开到九号，从十号开始开。十号，啊，金盏花的那个爆水霜啊，是脸部清洁的金盏花化妆水。哦，这是男生的啦，这条是男生的，是他们的身体乳吗？哦。是它深层清洁的一号护唇膏、护手霜，啊，金盏花的那个可以厚敷的这个非常好用的洗发精，没错，就是润发，这个很好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夜叫夜间奇迹什么霜，奇迹什么油，这很好用哎、欸，这我很喜欢。小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它还没有变成蝴蝶，你也不行。我跟你说，它如果变蝴蝶，我会崩溃。它就是住，它住跟我一起住在住了三天，我跟它一起睡觉、欸，哎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跟毛毛虫睡觉睡了三天、欸，哎，你可以吗？而且超粗一只，然后我的那个花瓶上全部都是大毛毛虫大便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毛毛虫，我在想都觉得好恶心哦。毛毛虫我可以，但是蝴蝶我不行。两个我都不行啊，那超恶心的耶。哎，你睡觉它爬到你脸上怎么办啊？哦，是啊，你想到这一层的话是啊。好恶心哦，你这个菜虫啊，好恶心哦！我想到都觉得好想吐哦。我觉得那个毛毛虫真是我的那个罩门哎，跟蝴蝶我真的不行哎。就是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家一回之后会有壁虎，然后就是壁虎会爬上来，然后。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儿子在厕所里面，他们俩就突然尖叫，你知道，两个一起尖叫哦。我想说干嘛，然后我老公开始大喊，他说快点来抓壁虎，快点来抓壁虎，他就去抓壁虎，因为我们家各种虫都是我在抓，我老公吓死。然后我就看，我到进厕所我就看到我儿子站在那个小凳子上面，然后我老公蹲在马桶上面。我看到花花进来，真假的花花？对啊，花花，我跟你讲在哪里啊？他是不是立刻就走掉了？因为他听我叫他。这可以四个人直播、哦。可以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他不会点，他如果不点，我今天就不去直播了。硬逼他，他一定后悔进来了啦！我跟你说。我有跟花花吃过饭吗？还是没有？我跟你们没有吃过饭，但是你们有合我们有四个人合照过一张很尴尬的照片。哪有很尴尬？是你自己讲很尴尬啊！你去看那张照片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个离超远，他们就是王不见王，离超远。嗨，大家好，刚刚不知道有没有人跟到直播，反正呢，我现在就是准备要上台北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很悠闲的走，因为呢，在三分钟，就是我要搭那班车就要开了。我评估了一下，我是追不上了。我已经听到他来了，因为这边间车太多了，这停车位走太久，所以算了啦，我就搭下一班。因为好像我有预留一班车的时间，只是下一班车到了之后，我要用全力的跑，才不会迟到。所以，但是。
正来不及嘛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现在要上台北，我要去板桥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啦。我刚刚在高铁买了这个花鸟串的水果千层，想说等一下可以送朋友。是这个，它非常的好吃。然后它又给一个保冷的，可以放3个小时，然后就要回冷冻，应该还可以，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。然后现在在这边充电，充我的手机，跟充我的电脑。因为等一下可能要去咖啡厅工作一下，先把电充充好，然后等50分的车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到了板桥了，然后我出来了，这个地方有好多圣诞的装置哦，我也不知道圣诞城是在哪边，但是听说每年的圣诞城都很可怕。反正呢，我这辈子也是不会踏入这么可怕的地方，我个人很害怕。人很多，很拥挤的地方。好，我现在要走过去，走过去大概差不多10分钟嘛。好，就先这样吧。这个好可爱哦，我看到一个乐高，这超可爱的耶，好可爱哦。今天要吃饭的地方是在这边，然后呢，现在等红绿灯。啊 ，Go Go Go！ 好，各位，我要到了，然后我已经小小的迟到了。首先要赶快进去，就是这一间，噔噔，看得到吗？这一间。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s, carols and bells, none of them help. I still. 你干嘛？干嘛要冲来找我？怎么样啦？就想要给你啊。什么？礼物？什么？这什么？我不喜欢我就丢掉了。我做的饼干，我不喜欢我就丢掉了。好，再揉烂，再揉烂，这样才对。你自己来吗？男朋友呢？我们的 Cindy， 等一下，我好狼狈哦。不会啊，很好啊。狼狈的，对，你很好，你很好。超狼狈。他拿来手做的饼干，如果不好吃，我就直接丢垃圾桶。不会，很好吃。刚刚跟朋友吃完饭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店，江江，就是我晚上要直播的地方。没错，我到了 Severe， 他们没有人帮我开门，他们好像在这边可以直播的感觉，但他没有帮我开门啊，怎么办？刚刚 Cindy 拿给我的东西有一张江江圣诞卡片，然后还有一个手工饼干，啾啾，哎呦，掉了，对，手工饼干。花花帮我拿了一张椅子，那我要坐在哪里啊？坐哪里？随便我，那我要坐那里。行，这里不行。我们今天又叫了一幕日。江江一幕日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点晚餐。我刚刚滑到这一家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叫做什么辣一点川菜馆，因为它的那个品名啊跟内容啊就太像以前我大学吃的东西了，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来点一个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依法回，看依法要不要吃，但他都不回我啊，不是不回我啦，不回他，对，不回我。我们点了超丰富，想说吃不完可以当剩菜吃，超多哎，都是肉哎，你看还吃不饱。水煮牛，水煮牛，蒜泥的肉，椒汁白肉，金沙豆腐，土豆丝。那个水煮牛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它味道还好。然后这个蛮好吃的，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椒汁什么，然后花花说这个金沙豆腐，对，然后这个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味道我觉得还是有点差，但整体来讲这家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，很好吃，满意哦，满意。I don't need a fancy watch。
You can give the elves a break. No, you can't make it in the shop. You can't put it on your sleigh. 各位，我吃完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，等一下重来。嗨，我吃完了，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开始直播了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花花的这个地方，直播的地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还不错哦。这边是包包鞋子区，然后呢相机就会架在这边，然后镜子可以看，然后我们就会站在这个地方直播，是不是还不赖？很好很好很好，非常的好。然后这边下去的话就是他们的办公室的位置，这样不错不错。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要直播了，我们的花老板还在这边修改资料，灯光组、资料组，好紧张哦。我们试穿完了超多，这是第一团，然后这边是沙发上的第二团，然后这个是帐篷内的更衣间第三团，这个是推车上的第四团，然后这边还有小半团。我们现在直播完了，然后准备差不多，等一下就要回去了。没错，然后呢，伊法刚刚说油漆很贵，没错，装潢都很贵，真的都很贵。然后现在11点钟，所以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回去了。这两个已经开吃了，已经开吃了。他们说冷了也还是很好吃。真的，饿了很饱。我刚刚吃很饱，还行。你觉得哪个你最喜欢？啊，椒汁。这个我也喜欢。哪一个？就是豆腐。真的很好吃。火车叫了，花花。Goodbye。素颜。阿姨走，阿姨走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嗨，各位，我回到家了。然后回来之后，突然觉得有点饿，所以我想说我要来吃个小饼干。这是今天 Cindy 她自己做的饼干，然后我要来吃吃看。嗯，很好吃哎，好吃哎。我喜欢。Your ribbon and bow.